听说你儿子当上首席高智能 AI 科学家了，真羡慕你呀、啊！运气，运气！你背后！快跑！控制机器人的主脑以后，有了自我意识，把人类赶出这颗星球。我做什么呢？走啊！PS 十得拿上，自动抠鼻器得带上，还有这个。主脑能控制一切电子设备，咱只能带最原始的工具。自动喂饭机也不能带，那我吃饱再走。垂星真的会被机器人占领吗？以后认为现在的人类太懒惰，过于依赖科技，已经不适合作为垂星的主人了。过分！我现在就买一个武装机器人教他做人。不是让你把电子产品丢了吗？已锁定目标。这么快就到货了？是来抓我们的。呀嘿呀呀嘿呀嘿。人类一个也别想逃！完了完了，晚年不幸啊！依赖惯了科技，几乎不可能打败主脑，只能用原始的力量来打败科技了。啊！各位列祖列宗，下去之后一定得罩着我呀！咦，我记得咱祖上有位大侠，找到了。咦，耶！咋样啊，儿子？顺嘴，不是你爷爷。这些行头真碍事，对手就是他了。哎，呀！人类真难懂，不堪一击。以后没事不要撞到我。谢谢曾爷爷，慢走。爷爷，孙儿有礼了。其实不依赖高科技也可以过得很好，还能锻炼身体，是吧，老爸？你说的对，儿子。